咁咧，我哋示範幾個我哋會常做嘅動作。第一個咧係弓步刺，係啦。咁 Vivian 嗰方咧喺遠嘅距離，係啦，就會發動一個咧伸手弓步，係啦，然之後刺中對方。係啦，第二個咧就係防守還擊，係當對方進攻嘅時候咧，係啦，我哋會拍壓開佢支劍，然之後刺中。好，第三個咧常用嘅動作咧，因為全身都會得分嘅，我哋係會有一個刺手嘅動作。係啦，刺手臂嘅動作。好，而最後一個啦，就是衝刺的動作，是一個較遠的距離咧會發動的，係啦，嗱相當精彩，我哋俾掌聲佢哋。係啦，咁頭先咧只係簡單的示範啫，真實的速度咧就唔係咁樣嘅。咁我有請兩位咧準備一下劍擊的賽道咧喺實線嗰度準備開始，然之後你哋見到藍色以後的區域咧就係出界。係啦，咁我哋運動員開始前咧，我哋同對手敬禮，係啦，呢個禮儀，然之後同觀眾敬禮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先開始比賽。咁我哋一局咧係會打五分，喺限時三分鐘裡面。好，準備好未？好，按家 ，Play Ali。好 ，Choose。哇，係啦，喺重劍嚟講咧，兩盞燈一齊著嘅時候咧，就代表兩個都會同時得分。準備，而家分數1-1。On go, pray Ali。哈 ，choose 哇，係啦，雙文呢件發動進攻刺空，然之後咧 ，Vivian 咧成功刺中得分啦，分數2-1。On go, pray Ali。哈 ，choose 哇！呢劍咧，孫一文成功咧，頭先做咗頭先一個防守還擊嘅動作，刺中得分。On go, Fred Ali。哈 ，choose 哇 ！Vivian 呢劍成功咧，喺遠距離做一個弓步刺中咗，得分，分數3-2。On go, Fred Ali。哇！係啦，孫文成功發動一個衝刺進攻，得分3-3。喺劍擊嚟講咧，係唔會有打和嘅，所以咧，就算去到4-4呢個分數咧，都要決一劍嘅。安吉 ，Play Ali。Choose double。咁雙方同時刺中啦，其實同時刺中咧係喺好短時間個計分器要喺25/1秒裡面咧一齊刺中咧先至會著燈嘅。好，最後一劍啦，決勝分。On go, Play Ali。Choose double。係啦，兩個都一齊得分，但係分數係4-4，所以我哋都係唔計嘅，會決一劍嘅，仍然係。On go, Play Ali。Choose 哇！勝方孫一文。咁比賽完結咧，我哋會翻翻嚟開始線，同對方敬禮。係啦，然之後咧碰劍。Thank you。係啦，比賽就結束。啊！俾掌聲啊！熱烈掌聲。啊！好嘢。今天是國家憲法日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話：憲法係基本法同一國兩制嘅根源。李家超在網誌說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，具有最高法律地位、法律效力等等。香港特區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，是中國的憲政體制之內，憲法體現了一國的主權，基本法、本港實行的資本主義等等，都是在憲法下制定的。可以說沒有憲法的授權就沒有基本法，亦都沒有香港特區的成立和一國兩制。他又說，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，確保愛國者治港，展開了香港由亂轉治、由治及興的新進程。今天是國家憲法日，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說，愛國者治港已經成為本港主旋律，
市民有必要認識憲法，又話警隊亦都需要加深對國家嘅認識。警隊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嘅主力之一，每位成員都應該加深對國家憲法嘅認識，亦都有責任協助特區政府加強相關嘅公眾教育。愛國者治港已經成為今日香港嘅主旋律，我哋更加要致力提高整個社會嘅憲法意識同埋觀念，樹立憲法權威。警隊作為維持國家安全嘅先鋒，更加要明白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同埋發展利益，就係國家憲法嘅根本宗旨。講講嘅東京奧運國家隊精英運動員，今日係有示範表演嘅，睇下華苑嘅跳水示範啦。同埋原來現場聽到逐一聲落水嗰下咧，係咁好聽，好清脆啊，好清脆。跳水咧，其實咧向前嘅組別咧，我哋用一字咧去代替。所以頭先咧，我哋阿謝思亦同大家講介紹嘅時間咧，係用101B， 大家記唔記得啊？第一個一字咧，其實代表佢起跳嘅組別，向前起跳咁解啊。下一個動作，哇，都好清脆咯！我哋香港嘅青少年代表啊，香港嘅運動員嚟噶。嗱，呢個動作咧就係向內跳水半周曲體401B。好，下一位啦，陳子欣準備一下先。佢哋個腳踩下嗰個碌碌咧，係咩意思咧？係其實咧係調整個板嘅彈性嘅。哦，係啊，咁啊適合唔同嘅運動員。明白。好。哇！啊！俾多啲掌聲鼓勵啊！嗱，呢個咧就係向前跳水半周曲體101B。好嗱，跟住落嚟咧，黃宗源都準備緊啦，大家都俾多少少掌聲佢啦，唔使咁心急嘅，唔使跑嘅，係啦，慢慢嚟。多謝曬剛剛為我哋表演嘅。好似跳水對於我哋嚟講咧，同其他項目係唔一樣嘅，因為好似其他項目需要好。在呢個過程咁好激烈咁去跑，即係需要大家嘅爆炸力。係，咁跳水佢好特別，需要全場好安靜咁啊。咁我哋都靜啲啦，而家。好，其實對於我嚟講，我可能要求高啲嘅。係，有啲咩可以改善？呢個你俾幾多分啊？其實呢個可以俾到八分啦，八點五啦，係咯。即係對於規定動作嚟講，但係我哋嘅要求咧係比較高啲。佢呢個動作其實係有啲唔夠嘅。係，所以佢頭先欠缺咗咩嘢咧？啱先係起動嘅力量細咗，係比少咗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咧，香港嘅運動員代表咯噃，姚樂芬啊，咁佢將會做嘅咧就係103C啊。好嗱，頭先講過啦，第一個號碼就係代表向前，係咪啊？零同三，第三個號碼個三字代表咩啊？就係佢代表佢嘅翻騰週數啊，每半週就加一。三字咧就代表係一週半嘅動作啊。佢呢個咧就係普失，所以後面擺個 C 喺後面。好，下一位準備啦，徐俊賢。好嗱，跳水咧欣賞嘅時間咧，其實我哋可以咧睇佢嘅起板高度啦，嗰個翻騰嘅速度啦，完成嘅高度啦，入水嘅效果夠唔夠直，有冇水花等等啊？頭先嘅起板高度係咪幾唔錯咧？
嗱，呢個咧其實可以用板再好啲，同埋呢個動作咧有少少向前啊，係啦，咁令到佢完成嘅時間、入水嘅時間冇咁效果冇咁理想啊。咁而家係黃宗源，佢哋呢個動作跳301B， 其實就係向前邊向前面向水嘅向後動作半周啦。好嘅。哇！我用插針嚟形容都唔過分啊，係咪啊？絕對係支針咁樣喎。係啊。